反方为胜，反方为胜！哇！那把我眼睛闭上，我现在眼睛闭上，我赢吗？你。欢迎回到本周的电玩睡前报，这是一个适合在睡前看的电玩周报。哎，最近好累哦，好想玩一些废废的小游戏来疗愈我的身心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周就是要介绍轻松的小游戏啊？真的假的？被我猜中了。难道这个是心电感应？不是，心电感应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我想说之前我们都介绍很多硬派的游戏给大家，想说这一次应该要介绍一些比较轻松无脑的游戏，让大家舒压。真的吗？那我就赶快进介绍吧。好，首先由我来介绍，这是几年前人气非常高的一款无脑小游戏，叫做《神回避》。这是一款非常搞怪且诙谐的类解谜游戏，里头每个关卡都有很有趣的小巧思，而且破关方式也绝对不是按常理可以解决的。就算挑战失败呢，也会有脑洞大开的结局。像是这关纸回避，看到画面中的男主角因为厕所没有纸而出不去，点了点书包之后呢，会拿到直笛跟100分考卷。如果这时候你选的是直笛，吹吹还会有个小妹妹跑出来跟你一起演奏，这结局完全想不到啊！而且就连最后要用100分考卷应急，主角的表情也很挣扎。每一关都是类似像这样的小短剧，可以看到很多别出心裁的剧情。我觉得这游戏啊，与其说它有多酷，不如直接让你们试玩来看看。好，来玩，来玩。好，怎样？这是花回避。花什么意思？我要干嘛花？他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靠近你，他只要每走，你只要每点一步，他就会一直靠近你。我不想让他靠近我。没用哎。给你草莓。哎呀！啊，我找到花了！你被抓走了！啊！我不想跟他走！我第失败。嗯。我知道他那个脚马脚下面还有一个花。嗯。再喂他吃草莓。后面还有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很废吧？超废。其实你不觉得这一类型的游戏一直都很多吗？蛮多的。对，但我觉得里面做最有诚意的还是神回避系列啦。那目前 App Store 上面的神回避系列好像不是开发商自行推出的游戏，那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到 Global Gear 的官网自行下载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由我来介绍两款，就是他们的性质蛮像的，但都是不用花很多时间，也不用花很多脑力的小游戏哦。好，首先呢是这个接假发的，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让发片从高处滑落下来后，左右移动这位大叔的头去接住，然后只要发片停在头上超过3秒就可以过关的游戏哦。看起来其实没有很难，对吧？但是因为大叔的头非常光滑，所以会一不小心就滑落下来。原来你又平常喜欢玩这种接假发的游戏哦？没有，只是因为它很无脑，然后可以打发时间，然后又可以感受到原作的诙谐，我觉得很有趣啊。哦，原来你又平常喜欢玩这种游戏、哦？不要吵了，是因为它很好玩。哎，不对啊，好对，为什么自我怀疑？因为你们说我喜欢玩这种游戏，然后我说因为它很好玩。对啊，很好玩，没错、啊。那这样子就代表我喜欢玩这款游戏。可以啦。第二款叫做培根，其实操作很类似，游戏里你只要借由翻弄平底锅，把落下的培根给丢到物品的顶端，并且呢让它停住后就可过关。有时候关卡呢会是你要丢在一串文字上，或是丢在薯条上面，又或是抛在股票的指数行情上。其实关卡都不是太困难，只是偶尔要算一下抛平底锅的巧劲儿。其实两款游戏非常类似，都是适合就是无聊时拿出来打发时间，可以体验一下开发者的创意。对，没想到你又喜欢玩这种游戏、啊、我就喜欢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无脑。刚看李佑跟培根弹来弹去，看得我都饿了。所以我接下来介绍的这款呢，也是看得会很饿的游戏，然后看玩起来也是很无脑，它叫香肠对决。哦，简单来说，它就是一个用各种肠肠对战的游戏。玩家可以在游戏里解锁各式各样的香肠，什么哥特堡香肠、英式红肠、图林根香肠、巴伐利亚白香肠，听都没听过的肠肠们。
在对战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只要按住画面集气，集气量表越高就可以打出越高的伤害。只不过你也要观察对方的集气量表，决定什么时候攻击。游戏有分单人对战，或是连线与世界各地的香肠好手们决斗。其实游戏玩一玩，看着看着肚子都觉得有点饿。哎，对，他那个香肠真的做得很像，感觉烤起来会超好吃的，很香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款游戏来当做挑战吧，耶、oh. yeah.。好吃哎、欸，鱼肉香肠，鱼肉香肠也蛮弱的。对啊，一直中看不中用哦。哎、欸，我不能赢嘞、欸，你不能赢。对啊，那奖励是准备给你们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你就不要认真打。我没有认真打，那把我眼睛闭上。把我眼睛闭上。我现在眼睛闭上，我要赢吗？那你快赢了。对，你快赢了。是讲眼睛闭上哎、欸。赢、欸、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中东烤串比较难一点哦。超强哦，中东烤串怎么打那么强啊？那一下就好了。好好好好，说总共打一个四只香肠。开始。哥特堡香肠。哇，看起来好强、哦。我好想讲一个会被黄标的。热狗哎！热狗是，热狗！你急到就放掉，急到就放掉。哎呦！两根。啊！可恶，烂香肠。加油！英式红茶。我。加油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加油！哇！好险！好险！好险！杀了英式红茶，杀了美肉肠，这感觉好强。去下一关，就算是一点点血，也要撑到最后啊！哇！耶、yeah ！加油，瑞士风干肠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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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今天的香肠王！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太粗了吧这香肠！这是给巧克力吃了。那我们两个来做结尾吧。好，那喜欢今天这支影片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祝大家有个好眠。对，我们好吃吗？太大只了吧！好香哦！耶！这好大哦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今天一早来就来上来弄这个、啊。